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了嘛！啊！他就是刚来的那个人，怎么处理的？吃掉，吃掉吧！大牛，那只羊怪吵闹的，快把它宰了吧。好。老实点，你们这些畜生就是给人吃的，不要怪我杀你，来世投胎做人吧。
提明，起这么早啊？昨晚还睡得惯吗？啊，往前走过三个房子，那里有口井，打了水可以洗脸。季明，这么打水是不行的。早上好。季明，若想让木桶沉下去，需将它左右晃动，向着贴合井壁的反方向用力一甩。外面的人都是如此洗漱的吗？洗手池是？这样啊。护月村有230余户，一户3至5人，共900余人。纺织和烹饪的工作一般由妇女来做，狩猎、种田、伐木则由男人来做，身体健壮的老人也会去劳作，孩子们一般长到10余岁，就会开始学着帮忙。对，太过懒惰的人，会被其他村民看不起的。刚才说的是针对村民而言，季明是客人，其实不必劳作的。好，那我们去农田吧。神女大人，您来了呀。旁边这位是季明，是昨日到访桃花源的客人，我正在带他参观。季明，这两位是钟伯伯和钟伯母，
他们是大牛的父母。啊，大牛是我家独子，和客人年龄相仿，是村里的猎人。客人刚到村子时应见过他，昨天那孩子还提起过你。他现在去北面的山里狩猎了，你若感兴趣，明日可以与他一同前往深山。季明，你是客人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是啊，小伙子，你还是跟着神女去逛逛吧，别管我们了。嗯，没关系的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来帮我们翻土吧。农舍后有一把铁锄头，百丈内的土地都交给你了。动作还挺麻利的，季明，你知道要怎么翻土吗？季明，看来你对耕地有一些理解，那你先做吧，若是遇到什么困难随时叫我。哎呀，季明，这片地你翻得很不错呀。大家辛苦了，来吃桃子吧。神女大人也来一个吧。不必了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你是村里的神女，没有你祈求风调雨顺，哪来连年的收成？这桃子可甜了，神女快尝尝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本来觉得季明是外面来的人，难以习惯我们的生活。现在看来，你若是想长久留在村里，大家也会接受你的。
季明打算留多久呢？那你应该赶得上几日后的桃花节。桃花节是一年一度的节日，大家会到山上祭祀，摆起宴席，聚在一起。在这一天，我们会感谢先祖和护月神，并且我会替大家祈祷明年也能风调雨顺。根据传说，我是千年前指引大家来此避难的护月神的后代，护月神能听到我的回应，祈祷是我应做的事。桃花节那天我会表演舞蹈，季明可以来看一看跳得怎样。现在嘛，跳得不太好，这几天我会多加练习。小石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客人，抱歉，我家孩子不懂事。抱歉，抱歉。我是住在村东面的正室，这孩子是小石头，是我家的独子。不是的，我嫁给丈夫之后随夫姓郑，出嫁比较早，本名很久都不用了。郑姐姐是村里的织造好手，无论是桑麻衣还是蚕丝衣，她都能织得很好。啊，我的衣服也是她织的，村里的妇女时常去织造房，向郑姐姐请教纺织的手艺。